曲曲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曲曲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曲曲棒，你却将我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曲曲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曲曲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曲曲棒，你却将我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在与猪猪侠的比赛中，顽皮的吉丁见识到一个真正赛车手的实力，明白到自己要成为一名赛车手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。太好了，我抽到了，我抽到了，哈哈，太棒了，恭喜你超人强，第五轮比赛就交给你和猪猪侠了。看好你哦。放心吧，只要有我在，冠军什么都是小菜一碟。超人强看起来很兴奋呐、毕竟这是他第一次上场嘛。可是我怎么觉得他好像有点兴奋过头了。哎呀！猕猴博士，怎么还没开始啊？我快等不及了。先别着急，听我说完，你们再过几天就要比赛了，所以今天的模拟赛你们两个要像对待正式比赛一样好好熟悉训练。是。好，开始准备。哈哈，太好了，终于等到这一刻了。三二一。哟吼，大大冲啊！啊，超人强还是那么兴奋呢。他已经兴奋了一整晚没睡了。这种关卡难不倒我，看我的！嘿！啊，这个关卡很轻松嘛。哎呀！今天的模拟赛我一直在留意你们的表现，总体来说，猪猪侠只要保持下去，在正式比赛上正常发挥，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是。至于超人强嘛，你太过冲动了，以至于失去理智，横冲直撞，这样的状态正式比赛别说要拿到名次了，还没到达终点就会被淘汰，就会被淘汰，就会被淘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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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被淘汰。超人强，超人强，不过你也不要灰心，你只是太久没接触比赛了，一时的冲动是可以理解的，接下来你只要调整好你的心态，加强练习，相信赛场上你还是可以表现得很出色的。真的？嗯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再过几天就要比赛了，我现在连模拟赛都过不了，更别说正式比赛了，如果第一次就被淘汰，哎呀，我以后还有什么脸见人呐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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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冷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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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为了比赛也太拼了吧！可是他这样下去真的好吗？超人强，超人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得再继续练。超人强，你先冷静下来，不要着急练习，先调整好心态。要不让我们来帮你吧。猪猪侠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嘘，打坐。
坐是让人调整心态的最佳方式，只要盘腿坐上一会儿，就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。哦，这么神奇。嗯，猪猪侠，你不是要帮我平静下来的吗？根据研究表明，调整心态的最佳方式就是放松。这真的能行吗？保证没问题。怎么停不下来？哇，太好了，刚好肚子饿了。这味道难道是超人乔？原来你在吃辣，蛋糕是特意给你放松心情的。你们还是别管我了。不行啊，很不对劲呐、一直出错，这好歹也是我第一次上场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个核桃砸到手怎么办呢？迷糊博士，你也在呀、要不你来帮我打开这个核桃？真厉害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着打开它，然后一用力就成了。原来如此，我却一直担心锤子砸到手，反而打不开核桃呢。看来，当一个人心里不想着其他事情，而是集中精神向着目标前进，往往事情就迎刃而解了。我做到了。欢迎大家来到第五轮比赛现场，观众们的热情随着赛季的推进而越来越高涨，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的精彩比赛吧。猪猪侠，怎么这么多观众啊？而且他们的眼睛好像都在看着我。他们明明看的是我啊！嗨！为什么我的心跳那么快？比赛准备开始，各就各位。怎么回事？啊，不是吧，踩到刹车了。哎，超人强，快跟上啊。为什么又开始出错了呢？现在车手们陆续来到了赛道第一关丛林路段，这里的大树横七竖八地生长在赛道上，要想顺利通过，必须要完美避开所有的大树。不知道有多少选手能顺利通过呢？不要出错，不要出错。糟了，快刹车。怎么踩到油门了？超人强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先走，我很快就追上去。一直在出错，怎么办？现在已经有不少选手到达了赛道的第二关钟摆路段，这一段的赛道布满了巨大的钟摆，每个钟摆的摆向都不一样，各位选手要小心了。看来我们要更加小心了。爸爸，波波做得好。波波，一定要冷静。达达，我们上。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很好，就是这样。
不对不对，应该向右。糟了！哎呀！啊，吓死我了！啊，不过这里是哪儿啊？这是捷径，太好了！哎，啊？咦，超人甲，你是怎么跑到我前面的？哎，嘿嘿嘿。嗯？这里好像有点不对劲儿，我们要小心点儿。哦，什么不对劲儿？你在说什么？现在已经有车手到达最后的赛段了，到底哪支队伍能顺利通过赛段，拿下比赛的冠军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哦，果然有陷阱。这是什么鬼呀？这跟练习差太远了吧？小心前面！哎呀！猪猪侠！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超人强，比赛还没结束呢，你仔细想想，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？我的目标。我的目标，到底是当一个人心里不想着其他事情，而是集中精神向着目标前进，往往事情就迎刃而解了。哎，没错，我的目标就是救出猪猪侠，拿下这场比赛。我知道该怎么解决，发射钩爪。超星猛虫变身。陷阱就是从草丛的位置发出来的，达达，我们上！哎哎，超人强，达达，猛兽冲击！呀！嘿！啊哈，超人强，谢谢！哎，哈哈。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大卡车队的两名选手同时到达了终点线，成为这次比赛的第一名，让我们恭喜他们。猪猪侠，超人强，哎，恭喜你们，你们今天的表现很不错，尤其是超人强，你最后总算能克服困难，做出正确的判断，这一点值得表扬。超人强，恭喜你，你终于做到了。嘿嘿，也没什么，我早说过，只要有我在，冠军什么的都是小菜一碟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为了迎接自己的首场比赛，超人强做了充分的准备，然而效果不佳。比赛当天，超人强再度发生心态失衡，在咪虎博士的帮助下，超人强终于克服了自己的弱点，完成了比赛。这里的资源如此匮乏，要真遇到星道该怎么办呢？大师傅，不好了！什么？什么不好？我听说有人绑架了超星猛宠。什么？绑架？不对呀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都在呀！难道是丢失的那只超星猛宠？不要啊！在哪儿？你快说，到底在哪儿？杜大姐，迷糊博士，等等我！
他们绑架超星萌宠，一定是为了夺取他们体内的能源，所以线索肯定是在能源店里。这家能源店很可疑。这有什么可疑的？所有能量店都很可疑，我们上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是换种方式吧。啊，没错，我们还是用特工的方式吧。偷偷摸摸想在这里啊！哎呦，勇猛出击！好累呀、啊！难道这是假消息？啊？波波，你要去哪儿？波波。我觉得这里也很可疑，我们进去调查一下。好。老板，给我来杯柠檬水。我说兄弟，你们这装扮也太招摇了吧，队长不是吩咐说要乔装一下的吗？那是刚刚那个星道的标志。冷静，这家冷饮店难道就是星岛的据点？嘿嘿，老大真是英明，让我们放出假消息，等着那些超星特工到处找。嘿，等他们找不到了，来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一网打尽。嘘，低调。糟了，是圈套，我们中计了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们撤退。等一下，波波呢？队长，队长来了。队长来了，队长来了，队长你来了。喂，你们两个在干嘛？还不转过来？怎么没见过你们两个？拿悬赏令来。把他们的脸给我擦干净。金光不对，我们要队长，我们是刚加入不久的新人，可能你还没见过我们。没错没错。不好了，不好了。他把我们的食物全都吃了。不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绝不能饶了他。欺负我的超星萌宠，问过我没有？你的超星萌宠，那你就是超星特工喽？没错。糟了，暴露了！超星特工，你们果然上当了！兄弟们，快消灭他们！不行啊，得想个办法脱身。有了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快快投降吧！看我的无敌旋风炸弹！炸弹，大家快躲开！嘿嘿，什么？可恶，竟然来骗我们！这次可是真家伙哦！可恶，竟然被他们发现了仓库的机关，你们几个给我进去把他们抓出来。是。原来是一个仓库啊。不对，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。猪猪侠，你先顶住。
星到能量啊。迷糊博士，快想办法呀！我想办法制造一个超级武器出来。猪猪侠，你们先顶住！给我把门撞了！迷糊博士，你赶紧的！这次又是什么？给我冲！背心道，你们这些笨蛋，还不赶紧救我！看来这个门也撑不了太久了。迷糊博士，你弄好了吗？看来再想其他办法争取时间才行。有了！这破仓库门也敢欺负我！给我把整个房子炸了！队长，那可是装着许多基地的能源啊！我不管，给我炸！是。队长，办妥了，装好了。迷糊博士。他们要把这里炸了，快点儿！三声之后不出来的话，你们便粉身碎骨。三，二，一，迷糊博士完成了，猪猪侠接住！不不，消失吧，超星特工！我们走。超星萌宠变身！哇，好棒啊！这战甲太帅了！迷糊博士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自从发现星道能量会对超星波波产生影响后，我就一直在研究他们之间的联系，可是一直缺少星道能源。这次机会来了，我终于发现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方法。臭小子，你还不来救我？不好意思。怎么保持不了平衡呢？快接我呀！管你变什么，给我揍他！是。猪猪侠，你要用心去感受波波的能量，你的状态会直接影响波波的发挥。这个道理就跟赛车一样的。我明白了。别往这里砸！怎么会这样呢？给我一炮轰掉他们！怎么办呢，迷糊博士？这下完了，这下完了！不不，我惨了！
护罩。波波，干得好！波波，哎，怎么飘走了？哎，别跑啊！啊，防护罩！哎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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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么厉害呀！哇，好厉害的防护罩！再来！呀！没反应呢。这样，这样，怎么还是没反应呢？哎呀！啊！超星特工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会回来报仇的。哎，我们还没问出丢失的超星萌宠情报的，猪猪侠，快追！衣服博士，这是什么防护罩啊？我出不来呀！真丢人！哎，回去得好好训练你们怎么用战甲才行。耶耶耶耶！别害怕，别害怕，即使就要离开我的家，进不了，挡不住，好奇的心一天天发芽。别害怕，别害怕，还来不及撒娇就要长大，抬起头，迎着风，现在就出发。别奇怪，别奇怪，世界就要这样才精彩，拥有过，失去过，就会懂得什么才是爱。别奇怪，别奇怪，不要在意过去，担心未来，这一刻我就是不一样的存在。祝你祝你吉祥。